为什么一定要工厂能做口罩？我动了一下，地方社区发展协会在做口罩。我觉得太强了。首先哈，我们还是跟大家宣布，就今天没有确诊的案例了。正时中观众朋友您好，今日要教大家的词汇是玻璃心，请看 VCR。来叔，阿杰哥安怎？条文确定是这条，一般感冒。不要！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是有破病呀！你讲有对。玻璃心一指心像玻璃一样易碎，形容敏感脆弱的心理状态。例句：从公主号返回台湾的同胞全数检验阴性过关，使得对岸朋友玻璃心碎地。喂，现在在怀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排名第一的台湾检验会不合格吗？连法国人都赞叹台湾防疫措施呢。却发现台湾有些人不太赞同哎。他口罩之乱一直在。那我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一定要工厂能做口罩？我动了一下，地方社区发展协会在做口罩，这是我救你的办法，救你的办法，救你的办法。一解救，一解救。感恩之路，赞叹之路。但阿中部长很给面子，哪有这么好的方法，委员应该较早跟你讲的。不过续编发现，这是苗栗县议员陈超明正常能量发挥。你 CTPTT 的这边。不是 CPTPP 吗？来，得证书要入去 CPTPP。我们很多的各位，你包括大法官都讲，中华民国是不正常的国家，你也不正常的院长啊，你是中华民国的议员吗？啊，到底你今晚在做啥会？新冠肺炎也掀起陆配纳健保修法争议。你要送，还是要送给俺？如果你要送给俺，咱来讨论讲要送给俺。啊，如果你要送，吼啊，歹势啊，你就看伊要做休困。民意即马就是要安尼，无要立法委员创啊。又有一挂奇怪怪立法委员，久久的嘛都会走出来。啊，我讲什么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吼，我讲的唔对，一天接触，讲我屁事，讲我屁事，讲我屁事，我讲有足重要。啊，你拢无爱讲要收唔收，啊无爱讲要送要按，你就干那底下那按，你们都不怪，都不怪，不放好卖家卖收好啊。啊、你若无要收，你又讲无要收，你是管人要怎收？